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第一。那今天呢，我要教大家如何下载 Guts and Glory 这个游戏啦。因为很多网友都说不知道怎么下载，不知道去哪里找这个游戏的载点，对不对？没有关系，今天我就要拍这个影片，告诉大家去哪里找这个游戏的载点。首先呢，我们的 Google 浏览器，然后打上 Guts and Glory， 按搜索之后呢，你们看到第一个，齁，不要怀疑，就是第一个 Guts and Glory Windows 这个。点进去之后，你就会来到像这样子一个英文网站。嘿，不要怀疑，就是这边齁，我们往下拉，哎，这什么东西？这就是我的冷道。哦，我还以为这就是什么道嘞，吓我一跳。没关系，我们就往下拉。哦，刚刚没讲啊。往下拉之后呢，嘿，不要怀疑哈，这边就会有一些版本的资讯啊，告诉你这个游戏怎么玩啊，这个游戏的故事大纲，这个游戏是啥小之类的。那因为我这个人的英文很差，所以我看不懂，我只能看图说故事啊。那其实也看图说故事就差不多了。比如说你看第一章有没有，他就是告诉你，嘿，你要骑着脚踏车，然后载着你的儿子，然后路上可能会有一些炸弹，嘿，你要闪，然后就蹦蹦蹦蹦蹦，然后就飞起来了，有没有？飞起来了。第二张图有没有看到？飞到晚上，哇，飞到晚上继续飞，飞到早上之后就死了，就死了，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死了，不要怀疑，就是死了就对了。好，这游戏大概就是这样玩啊。然后载点在哪里？中间这个有没有看到？第一个我不知道什么，第二个就是 Windows 嘛，第三个应该是苹果电脑之类的啊，不管了，反正我们一般都是用电脑的嘛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就点中间这个 Windows， 点进去之后会来到像这一个网站，嘿，不要怀疑，就是长这样齁啊，中间有个红色的 download now 有没有？哎，你不要怀疑，就是那么简单，嘿，就是点下去就对了。然后右上角有没有一个 mirror？ 有没有看到？哎，你想说那么小，点啥小？哎，不要怀疑，靠腰，你看没点它就跑掉了。嘿，就是这个，嘿，不要怀疑，就是这个上面这个右上角这个，点下去就对了。嘿，啊，你想说，哎啊，怎么那么多？欸，不要怀疑，就是那么多，嘿，这个没有猜错，应该就是分流啦，不要想那么多，好不好？我们就点其中一个。你想说，欸，啊，那刚丢，点其中一个啊，会不会版本不一样？欸，应该是都一样，嘿，不要怀疑，都一样，好不好？我们就随便点一个，比如说我刚点第二个嘛，欸，你有没有看到左下角？有没有看到？欸，不要怀疑，它就开始载了，有没有看到？欸，啊，你想说这个游戏怎么592MB？欸，不要怀疑，就是592MB，好不好？这个游戏的版本怎么是 V0.3.2？ 不要怀疑，这就是 0.3.2，就是现在最新版的，哦，不要怀疑啊。